Hello，大家好，我是 Cindy Chen， 美容美发全科老师。现在我跟大家一起学习关于 Cosmetology 大排班的笔试的一些内容 Q&A 问题与答案。这个部分是讲解试题105。好，第一个问题啊，一般洗发精的 PX 是多少呢？A 是0到0.25 ，B 是4.5到6 ，C 是7到8 ，D 是10到14。答案是 C，pH 正常来说是7到8。好，永久性卷发与液抬起头皮的 ，A 是根 ，B 表皮 ，C 乳头 ，D 水骨。答案是 B， 表皮。第二题，洗发剂表面活性剂的成分是什么 ？A. 香料 ，B. 洗德基 ，C. 药剂 ，D. 护发剂。答案是应该是 B， 洗德基。第三，为顾客选择洗发剂的时候，下列哪种头发是正常 ？A. 染过色彩的头发 ，B. 变浅色的头发 ，C. 用过松弛剂 ，D. 是用日顺直的。这个答案应该是 D， 用日顺直的。问题四，吹风卷发时，哪一种自然的头发是应该使用的呢 ？A. 卷卷的 ，B. 粗密的 ，C. 缠接的 ，D. 挺直的。这道题的答案应该是 A， 卷曲的。好，第五道题，电发时用的松弛剂需要保护头皮和皮肤，用哪一种东西可以使二者受到不损伤和保护呢 ？A. 固摄剂 ，B. 填充 ，C. 稳定剂 ，D. 护发剂。这一道题的答案应该是稳定剂 C。第六，把两眉之间的毛发以下面那些为宽度呢 ？A. 鼻子 ，B. 眼睛 ，C. 嘴唇 ，D. 下巴。那正确的答案应该是眼睛 B。好，第七道题，包布时剪的贴布离齿甲的两侧有多宽 ？A. 半英寸 ，B. 四分一英寸 ，C. 1/8英寸 ，D 1/16英寸。这道题的答案应该是1/16 ，D 是对的。第八道题，艾滋病病毒会引起什么传染性病 ？A. 艾滋病 ，B. 感冒 ，C. 肝炎 ，D 发炎。答案是艾滋病 A。九，政府规定卫生的名称 A 卫生 ，B 杀菌 ，C 消毒 ，D 清洁。答案是卫生 A。十，器具在消毒剂中要沾泡多久达到完美消毒的效果 ？A. 10分钟 ，B. 30分钟 ，C. 10小时 ，D. 24小时。答案应该是10分钟就够了。A 是正确。十一，一般家庭中用的哪一种消毒剂？次氯酸钠 ，A 是对的。十二，哪一种
病传染最快 A. 牛皮癣 B. 猪癣通常猪癣是传染最快的答案是 B 13. 头发的平均寿命为几年 A. 3到6个月 B. 8到12个月 C. 4到7年 D. 6到10年通常头发寿命为4到7年答案是 C 14用吹风机时用什么气加气能使曲折的头发变以造型 A. 刷子 B. 喷嘴 C. 卷发吹风刷子答案是 A 所有的造型都是跟刷子的走向跟控制有关15粟米疹周舍中之叫什么 A. 粉刺 B. 黑头粉刺 C. 粟米疹粟米疹是中所周知的名字叫粟米疹它有几个概念不要混了16哪一种菌是有脓的 A. 双球菌 B. 葡萄球菌答案是 B. 葡萄球菌葡萄球菌会令到皮肤发脓就是发脓的皮肤里面的细菌是葡萄球菌答案是 B 17浅色浅底色哪一种不可以调浅一些 A. 淡金黄色 B. 淡棕色 C. 淡褐色 D. 淡黄色淡黄是最浅不能再浅所以答案是 D 18要染发时用在黑发和难着色的头发是 A. 调色 B. 吸干 C. 软化 D. 护发答案是调色政府规定美容院应该做到的 A. 卫生 B. 杀菌 C. 消毒 D. 喷喷政府规定美容院做到卫生答案是 A 敲虎的另外的一个名称 A 摩擦 B 按虎 C 敲打 D 按摩答案是 C 敲打19清洁后使用的收敛乳液是防止哪一种呢 A 油脂 B 粉刺 C 化妆 D 皮连片答案是油脂 A 20头部涂浅色粉底是什么样的感觉 A 宽 B 长 C 细 D 宽阔答案是浅色会令到头部宽阔 D 21什么刀最快剪薄头发又能去掉颈后的头发 A 剪刀 B 剃刀 C 打薄剪 D 吞气剪剃刀是剪头发短发最快又能够把颈后的头发去掉答案是 B 22哪一种头发用来头发移动最快的呢 A 头发颈结 B 中长颈结 C 交长颈结 D 圆形结答案是交长颈结 C 23头发粗细与否及毛发的 A 硬直 B 粗的 C 结构 D 抵抗性答案是结构答案是结构性结构会决定头发的粗跟细
24. 用纸卷发, 怎样使头发隆起? A. 翻斗, B. 斜行, C. 提高, D. 平衡。 这个答案是平衡, D. 25. 一般的碱性液的酸碱性 9.2pH值是什么? A. 过氧化物 B. 氢氧化物 C. 氢硫氨基 氢硫基胺的pH是9.2 答案是C 26. 酸碱值pH值最低的 A. 洗发剂 B. 护发素 答案是B. 护发素 通常洗发剂的pH会7到8 27. 通过中间间质接触可以把疾病从一个人传播到另一个人的感染被称作是 A. 传染性 B. 细菌 C. 专菌 D. 感染 这个人传人就是传染性 答案是A 28. 地球上最多最丰富的生物种是什么? A. 细菌 B. 真菌 细菌最多答案是A 29. 酸性洗发剂的pH值是什么? A. 7到8 B. 9到9.6 C. 10.5到6 D. 10点 到 14, 这个答案是 C 酸性 其他 A, B, D 都是碱性 30. 使用一般剪刀打薄的刀法 我们称为什么? A. 划剪 B. 打薄剪 C. 单面牙剪 D. 剃刀 答案是划剪 A. 31. 从开始剪法 挑起其中一点头发叫做什么? A. 垂直线 B. 带子线 C. 标准线 答案是标准线 C 32. 引起肝炎的植物寄生虫是什么? A. 病毒 B. 真菌 C. 寄生虫 病毒引起肝炎 答案是A 33. 能引起直接发炎病变是哪部分引起的? A. 甲状 B. 甲表皮 C. 甲根 D. 甲脊柱 这道题的答案是甲脊柱 D 34. 做甲解时 把包布贴在齿甲后用什么方法搓解前沿 A. 平的 B. 60度 C. 90度 D. 120度 答案是90度 C. 35. 把齿甲放入水蘸破后再搓齿甲有什么效果 A. 开裂 B. 感染 C. 甲刺 D. 皱纹 答案是开裂 A 36 按虎动作指的是用手指以手掌做缓慢轻柔且有节奏的连续按摩 37 捏揉的动作是指拇指 以食指捏起脸部肌肤的一种按摩 38. 生日按摩是指用手指与手掌在皮肤组织上施以压力 39. 敲扣的另外一种名字叫扣打答案是扣打 tapman 有脱蜡毛是什么呢? A. 顺着毛发生长方向涂抹逆着
毛发生长方向脱毛 B 在毛发生长方向涂抹往毛发生长方向拉答案是 A 顺着毛发生长方向涂抹逆着毛发生长方向脱毛41把头颈部的头发剪短然后向上逐渐留长一直到头部头顶部分期间无明显的层次 A 短发剪发 B 女子男士发型 C 长发 D 头发减少答案是女子男士发型 B 42什么指烫发会使发髻及发卷是平衡环绕头部的 A 水平指烫发 B 不平发答案是水平指烫发43发根的粗细是指头发的 A 质地 B 头皮答案是发质44从哪里可得到解释化学物理与卫生公害数据 A 制造商或代理商 B 健康机构 C 食物药品管理局 D 环境保护机构答案是环境保护机构 D 45哪种按摩可松弛紧张 A 揉捏动作 B 按抚动作 C 深入按摩 D 接地答案是按抚动作 B 46漂白剂又称为 A 次氧酸钠 B 过氧化氢 C 氢硫基胺D 过硫化物答案是次氯酸钠47用推肩除去后颈部的头发会使这部分怎么样 A 浓密 B 粗硬 C 多毛孔 D 没有影响答案是没有影响 D 48 456的颜色是 A 深 B 浅 C 中 D 透明答案是 C 中通常123比较深789比较浅49歪臂的脸型头发怎么样造型 A 中分 B 偏分 C 向前分卷 D 向侧卷答案是偏分50接长发髻的效果哪个手指 A 拇指尾指 B 无名指 C 拇指食指 D 中指食指答案是中指跟食指51烫发性发液的活性成分是氢硫基胺52酸性烫发液的活性成分是甘油基胺氢硫基53美容院最爱用最方便的消毒是 A 紫外光 B 高频 C 高压灭菌器 D 喷雾器答案是高压灭菌器 C 54
护发素的 pH 值 A 0到 2.5 B 3.5 到 6 C 7到 8 D 9到 10 答案是 B 3.5 到 6 A 太酸 C 是碱性 D 是碱性55散握或染剂 A 漂染法 B 金属染法 C 复合染剂 D 植物彩饰答案是植物彩饰 D 56狼是怎样的感染 A 局部 B 全部 C 感染 D 慢性答案是局部感染 A 57剪前面刘海应怎样测试 A 弹性 B 组织机构 C 密度 D 长度答案是弹性 A 58剪发造型时为了更好控制食指应处于 A 梳着 B 支撑C 镜子 D 打牢工具答案是 A 59头发手感硬朗光滑柔顺应该是 A 正常 B 抵抗力 C 细 D 透明性答案是 A 正常60头皮毛干开口处有的血斑点是 A 头癣 B 黄癣 C 毛黄癣 B 皮肤癣答案应该是头癣 A 61毛指卷发如何梳成头卷紧密结实持久 A 无滋汗茎 B 二分一枝干 C 全枝干 D 温和答案是无枝干62卷发三寸长干直径一寸放到底部这底部的部分应该有多宽 A 一寸 B 一分二寸 C 两寸 D2.5 寸答案是应该是一寸 A 63在烫头发六寸长应该最小的什么将头发 卷取 A 干卷 B 纸包里 C 聚合 D 纸轴卷答案是干卷64哪种面膜吸去油上油脂及废物 A. 凝胶 B. 粘土 C. 热蜡 D. 冷蜡答案是粘土 B. 65怎以才是永久脱毛法 A. 拔毛 B. 电针脱毛 C. 热蜡 D. 冷蜡答案是电招脱毛是永久脱毛法 B 66染发时皮肤侧施除耳后及哪里的内侧 A 手腕 B 肋波 C 大腿 D 脖子答案是手腕 A 67毛球凹状下藏有什么 A 毛囊 B 头毛与头 C 毛根 D 毛干答案是毛与头 B 68清洁头发后应从哪里梳 A 头顶 B 太阳穴 C 分界处 D 后颈答案是后颈因为清洁完成后颈然后慢慢的向上这样头发会容易梳理69与指甲深接触的人
皂洁部分是什么 ？A. 颈 B. 水泡 C. 中性线 D. 自由边缘线。答案是颈 A。七十，从哪里取得化学制造及说明化学的性质？是 MSDS C 工厂制造商。七十一，在丙烯酸直接形成加速形成的成分是什么？催化剂 A。七十二，橄榄色的皮肤是以下什么 ？A. 棕黄色 ，B. 粉红色 ，C. 棕绿色 ，D. 黄绿色。答案是黄绿色 ，D。七十三，在做纸卷时，用什么手指按是正确 ？A. 拇指 ，B. 食指。C 中指 D 小指。答案是食指。七十四，顾客在化妆时躺着化妆是会造成脸型的什么 ？A 平薄 ，B 更平 ，C 有角度的 ，D 圆形的。答案是平薄。七十五。用剪刀剪发，也不层次修剪，也不削薄，叫什么 ？A. 修剪 B. 轻肤法 C. 活动 D. 钝刀剪法。答案是修剪 A。七十六，在烫发是哪个部分头发最少？用最少的发干棒 ？A. 太阳穴。B 前部 ，C 脖子后面 ，D 脖子前部。答案是太阳穴 A。七十七，痰最低的 pH 值是什么 ？A 洗发剂 ，B 稳定剂 ，C 护发剂。pH 最低的是护发剂 C。七十八，在积压化学染发时，头发产生什么 ？A. 不发热 ，B. 高热 ，C. 温热 ，D. 非常热。答案是高热 B。七十九，复制甲床可见到的部分是 ：A. 甲根 ，B. 甲床 ，C. 覆盖 ，D. 结合影。答案是甲合影。八十，指甲最容易敏感的部位受到伤害感染在什么地方部分 ？A. 甲状皮 ，B. 甲床，或甲基质 ，C. 表皮 ，D. 甲身。答案是甲床，会容易感最容易敏感，也最容易受到感染的地方。八十一，歪鼻子的发型如何梳理 ？A. 不对称 ，B. 中分 ，C. 向后梳 ，D. 两侧。答案是不对称。八十二，当细菌分裂繁殖时，我们称它什么 ？A. 同丝分裂 ，B. 繁殖。答案是。同丝分裂 A。八十三，经过化学染发后，不能再做永久性染发。A. 金属 ，B. 植物 ，C. 聚合苯二胺。答案是金属 A。八十四，烫发前哪一种发型头发要使用松弛剂？A 细的 ，B 粗的 ，C 处理的 ，D 中等结构。答案是粗的 B。八十五，哪种物质
对挥发或抗氧性极强的头发，使颜料的渗透性更佳。A. 松弛剂 B. 漂粉 C. 软化剂 D. 色素。答案是软化剂。86. 做好一个烫发棒，使头发容易吸收，起到什么作用？ A. 湿润 B. 定型 C. 美观 D. 养分。答案是定型 B. 87. 什么颜色头发最容易受热？ A. 灰 B. 金 C. 粗 D. 细。答案是金色头发最容易受热 B. 88. 可加入染发剂内来增化减色的别名叫A. 退化剂 B. 促进剂 C. 促霉剂 D. 添加剂。答案是添加剂 D. 89. 护着在毛囊底部的不随意肌肉组织 A. 立毛剂 B. 肌肉。答案是立毛剂。90. 利用手指或手掌在皮肤组织上施以压力，促进血液循环。A. 摩擦 B. 消毒 C. 按摩。答案是摩擦 A. 91. 在颈部涂上鼻脸胶浅色，脖子则看起来 A. 胶粗B. 胶细 C. 胶长。答案是胶粗。浅色让脖子胶粗，深色让脖子胶细胶长。92. 在生长层含有黑色素，可保护脆弱细胞不致被阳光和紫外线所消灭。这些特殊细胞称A. 黑色素细胞 B. 病毒。答案是黑色素细胞。93. 自农微生物生长是农场以及脓包等地方。A. 葡萄状球菌 B. 球菌。答案是葡萄球菌。葡萄球菌会令到皮肤起脓包。94. 什么颜色不是颜色？ A. 绿色 B. 红色 C. 蓝色 D. 黄色。答案是 A. 绿色。红蓝黄都是颜色。95. 脸部哪一部分涂上淡的色使脸部较宽？ A. 两侧 B. 中间 C. 左侧 D. 右侧。答案是两侧。两侧淡色会看上去会宽一点，两侧加深会看得脸瘦一点。96. 美容院一般消毒杀菌的程序是什么？ A. 消毒 B. 卫生C. 清洁。这道题问的是消毒杀菌，所以答案是消毒。97. 手指间突出的部分是什么？ A. 甲床 B. 甲根 C. 甲床腔 D. 指甲生长部。答案是指甲长出的部分，那是指尖。98. 指甲从两边错向中间防止 A. 裂开 B. 病毒 C. 发炎。答案是裂开 A. 99. 面上皱纹缺乏什么形成？ A. 胶原
B 字数，答案是胶原，胶原会少了，皱纹就出现。100，什么不是脱毛方法 ？A 剃胡 ，B 用截止拔 ，C 拔毛 ，D 电力分解。答案是 A， 刮胡子。101，用含有酒精的胶洗手是什么效果 ？A 消毒 ，B 杀菌 ，C 卫生 ，D 清洁。含有酒精的东西就是消毒，答案是 A。102，提供头发的蛋白质是什么 ？A 角蛋白 ，B 蛋白质 ，C 组织 ，D 细胞。答案是角蛋白。103，测试头发有弹性的 ，A 拉回原位 ，B 拉直。答案是拉回原位，就表明头发有弹性。答案是 A。104，为客人清除人造指甲，除光机中不含什么 ？A. 丙酮 ，B. 酸 ，C. 原基。答案是丙酮。105，做人造指甲时，哪种机不应该碰到客人和自己的皮肤 ？A. 解粉 ，B. 异酮。异丙酮 ，C 解液 ，D 解粉。答案是解粉。106，哪种头发能贴剪头皮剪短 ？A 细 ，B 硬 ，C 打。答案是细头发。A。107，染发时距离头发有多远 ？A 半寸 ，B 四分三。寸，答案是半寸 A。108，永久性烫发液中以中和剂起什么作用 ？A 相反 ，B 相同，答案是相反。109，显的医学名字是什么 ？A 显 ，B 牛皮癣 ，C 黄癣，答案是显 A。110，给顾客洗发时选择什么活性洗发剂？答案是洗发剂。油线111，油线下面的物质是什么？皮脂。112，皮肤的硬皮是什么形成的？摩擦。113，做永久性烫发，使用正确包裹合法是什么效果？形成。114，大波浪发型是用什么做出来呢？卷筒。115，什么病会破坏免疫系统？艾滋病。116，拔一头发的动作叫拔毛。117，吹风机前的风嘴对怎样长度的头发最合适 ？A. 0到2寸 ，B. 4到6寸 ，C. 8到10寸 ，D. 14到17寸。最合适的4到6寸的头发，用吹风机前的风嘴。118。油脂是哪一种物质使头发永远有光泽 ？A. 皮脂 ，B. 护发素 ，C. 营养 ，D. 细胞。答案是皮脂 A。119，驱逐性脱发形成圆形斑块的脱发是 A. 树状 ，B. 早衰 ，C. 早熟 ，D.普遍。答案是早衰 B。 120，做剪指甲时哪种机不应该碰到客人和自己的皮肤 ？A. 丙烯酸液 ，B. 指甲防腐剂 ，C.
涂料 D 丙烯酸粉答案是丙烯酸液 A 121做人造指甲上指甲在指头时指甲和锉刀会呈多少角度 A 平的 B 60度 C 90度 D 120度答案是90度 C 122头发是由哪一种物体来保护上表面的伤害 A 皮层 B 表皮 C 发根D 毛羽头答案是 B 表皮123一般洗发精的 pH 值是多少 A 0到 2.5 B 4.5 到6 C 7到8 D 10到12答案是 C 4.5 到6点一二四，政府规定美容院应该做到的 ：A. 卫生 ，B. 消毒，杀菌 ，C. 消毒 ，D. 熏喷。答案是卫生。一二五，超虎的另外一个名字 ：A. 摩擦 ，B. 安抚 ，C.扣打 D 按摩答案是扣打126生长成一对的一种细菌叫 A 细菌 B 双球菌 C 葡萄球菌 D 链球菌一对一所以答案是 B 双球菌皮肤的滋润是靠什么 A 油B 脂肪 C 淋巴 D 神经答案是淋巴128头发主要是由哪一种东西组成 A 黑色素 B 角质色素 C 钙 D 红血红蛋白答案是角质素一二九，头发的颜色决定于 A 皮质 ，B 表皮 ，C 卵泡 ，D 球茎。答案是皮质 A。一百三十，头发的弹性是空气的哪种能力 ？A 生长、增长 ，B 色彩能力 ，C 弹性和回复力 ，D 湿性程度。答案是弹性回复。131头白头发的专业名词是 A 黑色头发 B 棕色头发 C 红色头发 D 灰色头发答案是灰色头发 D 132分叉的专业名词是A. 珠发 B. 过多的毛发 C. 吹发头发分叉答案是头发分叉 D. 133最好做的波浪形是什么头发 A. 卷波的 B. 直的 C. 毛糙的 D.结结的答案是 A 卷波的134影子卷是什么样的发型 A 高波浪 B 尖波浪 C 底波浪 D 深波浪答案是 C 底波浪135什么化学溶液可以防止细菌的生长 A. 分蒸剂 B.
防护机 C 除臭机 D 消毒机答案是防腐剂 B 防止 细菌生长叫防腐剂136卷发在头发附近不能动的部分叫什么 A 茎 B 根 C 弧 D 圈答案是茎 A 137在电发过程中头发会变得怎么样 A 感染 B 变黑 C 硬化 D 柔软答案是柔软烫发就变得会柔软答案是 D 138电发通常要短的一点需要什么过程 A 抵抗的 B 粗的 C 金属的 D 剪过答案是剪过 D 139一个理想的头是什么形状 A 长方形 B 圆形 C 椭圆形 D 方形椭圆形是最理想答案是 C 140最薄的头皮在哪里 A 眼皮 B 唇 C 前额 D 手最薄的是眼皮最厚的是手所以答案是 A 141在自由边下的皮叫什么 A 解上皮 B 周结表皮 C 解肌褶 D 解下皮答案是解下皮 D 142解床痰和解沟炎是什么引起 A 发烧 B 不卫生的现象 C 感染 D 刷擦答案是感染解床炎和甲状炎是感染引起143皮肤的滋润是由哪种油脂物质 A 皮脂 B 汗 C 油 D 激素答案是皮脂144荨麻疹的专业名词是 A 包子 B 白头 C 黑头 D 干皮炎荨麻疹的专业名词是白头答案是 B 粉刺是四条引起 A 汗腺 B 胃腺 C 皮脂腺 D 肠胃答案是皮脂腺 C 146冷淡发水化膏的主要成分是什么 A 硫基乙酸胺 B 碱性 C 过氧化氢 D 氢氧化钠答案是过氧化氢 C 147如果结的母体毁坏那么指甲墙就会 A 不再生长 B 生长 C 生长较快 D 生长快慢较慢答案是 A 不再生长148用发结接住的发茧灵活性是由什么决定 A 根 B 茎 C 驱逐D 圈答案是 B 茎149一种波浪是由波浪和用发结结住的发卷叫 A 跳跃波纹 B 松浪 C 直立波浪 D 全波浪答案是跳跃波浪 A 150外皮是指什么 A 第二层B 外层 C 内层 D 发管层答案是外层 B 151乙醇酒精是什么 A 甲基 B 外用酒精 C 异比精 D 富尔马林乙醇酒精是
外用酒精，答案是 B。 152，一种蔬菜引起的病毒是 A 疥疮， B 羊马， C 癣， D 狮子，答案是 C 癣。蔬菜引起的病毒是癣，答案是 C。 153，哪种按摩减少血液循环？ A 摩擦， B 轻抚法， C 放松法， D 敲抚法，答案是敲抚法会减少血液循环，答案是 D。 154，浮水粉是在那种物质最常见？ A 角质油层， B 干解油， C 解膜料，D 护手油，答案是干解油。B 155，仅应和长久持续的卷是由那种变成的 ？A 全卷卷 ，B 无尽卷 ，C 半尽卷 ，D 开放的中心卷，答案是 B 无尽卷。156，如何测试烫发棒的温度 ？A 一个头发， B 湿布， C 蜡纸， D 一张纸，答案是一张纸来测试烫发棒的温度。157，高度减法的结果是 A 在头顶比较长， B 整个头部相同长度， C 一个长度， D 后颈比较长，答案是后颈比较长， D。 158，一种可以加快粉底变硬的原料是什么？ A 聚合物， B 催化剂， C 单体， D 原浮液，答案是催化剂。159，在做粉解的过程中，哪种物质不能碰到你的客人，你和客人的皮肤？ A 是丙烯酸液体， B 指头防腐剂， C 臭水， D 丙烯酸粉末，答案是臭水。160，根据纽约政府，下面哪一种是消除可看到的灰尘和其他物质？ A 卫生， B 消毒， C 杀菌， D 净货，答案是 D 净货。161，将所有的生物都杀死的清洁叫什么？ A 卫生，冰昏蒸， C 消毒， D 杀菌，杀死的生物就是杀菌，答案是 D。 162，哪一项消毒液建议不应该在指甲店里面使用？ A 酒精， B 福尔马林， C 氯化钠， D 消毒液，答案是福尔马林禁止在指甲店里面使用，是 B。 163，一个指甲包括神经、淋巴和血管的组织叫什么？ A 甲根， B 甲板， C 母体， D 甲弧影，答案是母体。一个母体的指甲的母体包括了神经、淋巴和血管的组织。164，通过人传人的感染是什么？ A 慢性病， B 致病， C 发炎， D 传染，答案是传染， D。 165，经过接种时人体能够抵抗病毒的叫什么？
A 自然免疫力，B 人工免疫力，C 后天免疫力，D 自然后天免疫力。经过接种时，人体能够抵抗病毒的叫后天免疫力。D C 166，艾滋病最终伤害人体的是什么？A. 免疫系统 B. 内分泌系统 C. 循环系统 D. 消化系统艾滋病最终伤害人体的是 A. 免疫系统167。一般的止血护理应该用什么来抛光方法？A. 圆形 B. 垂直 C. 水平 D 交叉，答案是水平。168，所有的工具和用具是怎样处理？A. 金属锯，B. 密封袋，C. 有盖的，D. 严格的，答案是有盖的，C. 169，假设呢上方和下方叫什么？甲根，B. 甲床 C 母体 D 甲合影，答案是 B 甲床。甲床包括甲身的上方跟下方。170，指甲周围的皮肤叫什么？A. 甲周表皮 B. 甲上皮 C. 甲下皮 D. 甲底。答案是甲周表皮。下面继续还有一些新的。吹风机前的风嘴对怎样的长度比较合适？答案是4到6寸。油脂是奶油哪一种物质使头发有光泽的？是皮脂。脂状性脱发形成的雀斑的头发是早衰。做假指甲时，哪种机不应该碰到客人和自己的皮肤？是丙烯酸液。第五，做人造指甲，上指甲在指头时，指甲跟错甲会什么角度比较好？90度。头发是由哪一种物体来保护上表面的伤害呢？是表面。第七，在失去色素，毛发空间变大时，头发会呈现灰色。八，在做永久卷发时，哪一种最少的操作时间呢？那是硬直的头发。第九，在头发分客人皮肤时，最先也是最主要的是去掉化妆。八，用吹风将头发吹直时，什么样的头发最耐高温呢？那是粗的。九，在剪发时，四指握剪刀，大拇指不捏剪刀的剪发式触摸掌握。十，在烫发时是哪种化学氧化物在作用？过氧化物。能吸收和保护头发的湿润的化学物是加湿机。两缕头发向两个方向生长，构成的是弓形。二，在用椭圆形作为脸模时，双目之间的距离以为什么为标准？眼睛。头发有结节状的专业术语是睫毛症。遇了头发从卷发期慢慢取屑的是橙色成型。五，在烫发或冷烫发生长长于6英寸时，应该用什么方法卷干？
六，依附于人体对其没有任何益处的细胞生物叫什么？寄生虫。七，用哪些剪发工具能够卷去卷发的零角和卷去颈后头发呢？那就是剃刀，这是不同的问法了。好，基本上大牌考试的内容都是在102跟105之间，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理解。如果有不明白的地方，打电话给学校212-343-1983，美加美国际美容美发学院。谢谢大家。